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58面第一行。独留此经第45，这是45品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前面有一段说明啊，本品。就这一品经，独留此经啊，这品经表当来精密，佛以慈悲特留此经，直住百岁啊，也就是经教在这个世间呢灭了。什么叫灭了？人王经上讲得很清楚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分三个时期啊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，末法最后就是灭法啊，法就灭了。这四个时期怎么分的？人王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在这个世界有人教学，有人修行，有人证果，教、行、果这三种都具足，这叫正法。如果有教有行没有证果的，那就叫相法。只有教没有行也没有果，那就叫末法。如果教都没有了，这叫灭法。人王经上这个意思讲得好啊。啊，从时间上说，这大家都知道，所谓正法10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，这是从时间上讲。在这个1000年当中，这三个字通通具足的，有教有行有正果的，这叫正法啊。第二个1000年，人的根性呢不如从前，烦恼习气重了，有教有修行没正果的，这叫相法啊。第三个时期很长，10000年，有教修行正果，这真正修行正果没有了，这叫末法啊。如果教都没有了，也就是讲经的都没有了，这叫灭法。两个合起来看，所谓正法、相法、末法不是一定的。正法里头有没有相法？有，你看呢？啊，有教的，有接修行的，都没正果的。他没正果，不就相法吗？正果就正法了。那么换言就是，相法里头有没有正法？有，相法里头也有修行正果的。
所以你一定要合起来看，活活泼泼，它不是时代版的。啊，末法时期有没有正法？有。你遇到净土宗，啊，有教的，你能够听经闻法，依教修行，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就是正法。啊，所以关键要问，我们住在哪个法？我们住正法，还是住相法，还是住末法？这个重要啊。啊，这人王经上讲的，这个不是随便说的，佛说的。啊，就是正法里头有末法，末法里头有正法。啊，要懂得这个道理。佛法真的叫平等法了啊，这里面很重要，给我们一个启示，那就是如果不讲经了，这个地方没有佛法就灭了啊。这个地方有寺庙，有佛像，有经典，没人讲，没人研究，这个地方叫灭法啊。这个地方没有寺庙，没有佛像，没有经书，可是有人在这里讲，那叫末法。同样一个道理，如果把我们把它转到中国传统文化啊，古圣先贤有教，尧舜禹汤都有教啊，啊，尧王，这是中国第一个，就政府官员里头有主管教育的，是尧王，啊，设立这个制度，这个官叫司徒，啊，徒是徒弟嘛，这就是教育嘛，司徒就是教育部长，啊，国家第一个，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。啊，国家正式有教学的机构，有专门负责人，啊，司徒，有教，有真正学的，有果。为什么他真正学成圣人了，学成贤人了？啊，这个修学的有等级，就像现在学校三个学位，啊，最高的学位圣人，像博士学位；第二个学位，啊，硕士。贤人，第三个学位君子，叫学士，三个学位，就圣贤君子，在佛门呢，佛、菩萨、阿罗汉，啊，佛陀是最高的学位，那博士，菩萨是第二个学位，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，学士。一样的，都是教育的设施啊！啊，什么是正法时代呢？我们中国讲大同之治，就是佛讲的正法了。啊，有教有学，有圣人出来，啊，有圣贤的这种结果嘛。成圣成贤，这就是正果嘛。那是什么时代？大同之治。三代之后，圣人领导国家，贤人帮助治理国家，但是这个圣贤降了一等，尧舜大公无私啊，宣贤于能啊，传贤不传子啊，啊，所以中国人认为的是大同啊，啊，大禹王传个儿子，儿子真好，
啊，所有的人都推荐，希望鱼传给他儿子。那儿子真是好人。那传个鱼之后，鱼就一代一代都传子孙了，变成家天下了。啊，所以夏商周这三代啊，在中国历史上称之为小康。啊，虽是圣贤呢，他有这么一点私心，从大同就降格降到小康了。啊，孔子生在周朝末年，春秋战国的时代，那时候有没有人讲？有讲的，没有学的。啊，也没有正的，啊，这就是末法了，在佛法讲是末法了，在儒家讲乱世了。嗯，小康还算不错。那从汉统一之后，一直到满清，中国的社会一般都维持在小康。啊，国家的领导人受过非常好的教育。啊，你看看古代，啊，帝王登基，就像就职啊，国家领导人就职啊，第一桩大事是什么？培养太子，培养下一代呀，啊，就是国家的接班人呐。啊，太子是国君，啊，陪读的是这些大臣，他们的子弟，优秀的子弟选拔出来，陪读。啊，那将来太子做了皇上了，这些陪读的人都是大臣。啊，所以这接班人费了多少时间培养出来的呀？啊，他们学什么？三个老师，实际上三个老师我们晓得是三个负责教导的老师啊，太保。第一个是太保，太保教什么呢？今天讲的卫生保健啊，怎么样把身体养好？什么身体是本钱？没有身体，其他的别谈了。啊，身心健康，这个学科太保负责人。啊，第二个太傅，太傅管什么呢？管伦理道德教育。啊，教五常、五伦、四维、八德，教这个，叫太傅。第三个太师，太师教行政，将来你怎么样管理这个国家，教这些琐碎事情。啊，你看三个老师，他学什么东西你就知道了。啊，除了三个老师教，还有三个教练。啊，教练干什么？带着太子去做啊，跟他一生活在一起啊。老师教的要落实啊，他们要负责带他们落实。啊，这个三个人。他们的级别，用今天的话讲级别，上大夫。那我们今天正部级，啊，这个教练是正部级的，这个级别了，啊，跟着皇帝这些底下这一个也接班人的时候生活在一起，老师教的通通要做到，啊，他们带头，这我们称作做教练。这个接班人，皇帝做十年，做二十年，他过世了，这些人接班，顺理成章，是一点都不会乱了。啊，接班人受过这么好的教育啊，啊，这种教学的方法，你就看中国历朝历代，啊，改朝换代，
很多次，这个方法就是这个制度没有改变，一直到满清还多人，你看还是有太师、太傅、太保。太师是皇帝的顾问，这三个人呢，太师、太保、太傅，皇帝的顾问，太子的老师。如果帝王接受老师的教诲，那他们都成了圣人，成了贤人，国家领导人是圣贤，大臣是贤君子、贤人君子，那国家怎么会不好吗？所以，5000年的中国社会呀，长治久安呢。从哪里来的？教出来的呀！非常重视教育，有教有学，又真正做到，真正做到就是真了。佛法讲正法时期，末代皇帝就差了，末代皇帝也学了，学了他不肯做啊。那他不遵守古圣先贤教育这个教诲，他喜欢吃喝玩乐，每一天迷恋在财色，权力地位搞这些东西，最后亡国了，被别人推翻了，老百姓决定不会不愿意造反了，逼得他没有办法了，走投无路了，这才起义，这才造反，把前面政府推翻，后面这个新的朝代起来，又把中国老东西统统捡回来，如法炮制。都遵守老祖宗的教诲。早年我出。刚刚接触到佛法的时候，方东梅教授就告诉我，他说，在全世界，现在人讲宪法，就是治国的大法，最完整的、最好的，就是中国的周礼。他那个时候先要我看，我从来没看，我对政治没兴趣。他说，如果周家世世代代都遵守，完全照做，就是中国现在还是周朝。周礼是什么人做的呢？周公，武王的弟弟。成王的叔父，成王做太子的时候10岁，周公是他的太傅，这个三太两个是亲戚，太保是他的小叔，太傅是他的大叔叔，就周公，太师是姜太公。姜太公做太师，不得了啊！这老师是圣人了，这学生怎么不能成圣？所以成王了不起啊！周朝政治最好叫成康之治。唐朝有贞观开元，清朝有康熙乾隆，这是中国历代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啊！盛世怎么出来的？老师教出来的。父母能请到好老师啊，老师尽心尽力的教出来的。所以离开教育什么都没有了。世间法如是，
出世间法亦如是。啊，佛法里头，就在今天，我们有教，有学，有证。啊，我们现前真信切愿依教奉行，就是真。啊，把大乘佛法的样子从我们身体，从我们的生活做出来，这就是真法了。将来寿命尽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怎么不是正果呢？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啊，真的往生，不生病，欲知时至，晓得什么时候走啊，到时候佛来接引，告诉大家啊，我看到佛来接我走了，这是正法了啊。如果我们这个地区讲的人也没有，学的人也没有啊，一个往生也没有，这是灭法，这不是末法，末法有讲的啊。学的人现前得不到受用，所以一粒耳根永为道种，阿赖耶里头种下佛的种子啊，这一生当中没有收获，这叫末法啊。所以佛讲这三种法，正法、相法、末，是活的，不是死的啊。这也是大乘教里的常常说的，我们耳熟但是不会用，就是佛讲的一切法从心相生，你心正你就是正法，你心邪你就是末法啊，邪到连佛都不想听了，那就是灭法。真的，一切法从心相生。啊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那么这是说，当来今灭了。灭了什么？没人讲了。没人学了。经典变成古董。谁的工作呢？考古学家的工作啊，极少数的人啊拿去考古啊，这叫灭法啊。说佛以慈悲特留此经，植诸百岁，这就说了佛法之消灭，这一部经是最后消灭，所有经典都灭了，这个经典还有一百年啊，在这个世界上还留一百年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要能体会啊。为什么那些法都灭了？总有个原因吧。什么原因呢？众生造的这些罪业，那些经那些法治不了了，好像众生害的这个病，那些药都不灵了，不灵了当然就不要它了。哎，这一副药还灵，这个法门还灵，所以这个法门还能够留住一百年。一百年之后这个经没有了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在，还留一百年啊，到那个一百年当中，人能听一句阿弥陀佛，那个功德都不得了。啊，能念几句阿弥陀佛，真正发愿求生，都能往生。这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这个法门的殊胜呢，就可想而知啊。啊，我在早年，我记得应该是84年，
我住在美国达拉斯。曾经有个同学问我，这是净空法师，如果这个经典大藏经这么多，只允许你选择一部经，这你选择什么？我说我会毫不怀疑选择藕益大师的《弥陀经要解》。这一部经决定能帮助我到极乐世界。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本子，无量寿经的汇集没有看到。以后我在台中，李老师把这个本子给我，他这个梅注的本子，我看到之后非常欢喜。当时我就想讲这部经。韩馆长那一年50岁，他大我5岁，也就我45岁的那一年，看到这部经。欢喜啊！所以晚年我决定的就学这一部经了。从去年清明，我们开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。他著这一部经的心情，我完全能够理解。辛苦，我很佩服。夏老的慧集，念老这个6年注经这个辛苦，非常非常难得。我们有这个交情，有义务把他的东西发扬光大。所以我发心每年讲一遍，预计时间大概是1200个小时。一年讲一遍，我活多少年就讲多少遍。其他的东西不讲了，年岁大了，国内外所有一切活动不参加了。有人请我讲经，我愿意去，但是就一个条件，他要有网络，像我们这里一样，讲经的时候同步播出去，全世界都可以收听，我就会去讲。他们有这个设备，我不去。有这个设备，我都可以去。通通是讲这部经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以此功德回向，决定求生净土。活一天干一天，不贪生不怕死，生活得非常快乐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续分中，大教缘起品，世尊放大光明，光瑞殊妙啊！从昔以来，所谓存有，
这是我们在前面看到的。啊，佛在没有设这个法门之前呢，放光显锐，无比的殊胜。啊，阿难尊者从来没见过，所以阿难奇问放光应允。啊，世尊赞叹阿难说，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。啊，阿难一问，这佛就回答他了，给他说明啊，这个放光的意义，就说出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。啊，所以该因阿难其问，世尊的流出此殊胜稀有之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界。啊，这是现前的汇集本呐。世尊多次宣讲，把多次宣讲的时候通通汇成一本，便利后人学习方便呢。可见可见此经，正因世尊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。啊，这是无尽的慈悲心，怜悯三界众生。啊，这个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就是指的六道轮回。在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，日子过得最辛苦的是六道众生，啊，迷惑、造业、受报，受报又迷惑，这就是轮回的理呀！啊，惑业苦、迷惑、造业、受果报，受果报的时候又迷惑，永远。啊，可以说是一世不如一世。啊，他往下坠落，他不往上提升呐。只有遇到圣贤教诲，他才能向上提升。啊，物质文明不行啊。物质文明的教诲依旧是往下堕落。你看呢？今天我们看到了。摆在面前，物质生活方面提升了，伦理道德下坠了。啊，六道的生成呢，不是物质文明，是伦理道德。啊，那伦理道德没有了，大家都知道，那底下一世就可怜了。啊，这是现在许许多多人呢疏忽了的一桩事情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表演给我们看了。啊，你看看他出生是帝王家了，不是平民。他父亲是国王啊，兄弟当中他是老大了，大太子啊，啊，他是继承王位的，啊，他能在19岁舍弃了王位的继承权，他去求学去了，
啊，求学过的是什么生活呢？苦行僧的生活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很深了，告诉我们，人生最高的享受是精神文明，不是物质文明。物质文明死掉了，他就过精神生活。啊，虽然日中一时，啊，三衣一钵，他快乐无比呀、居无定所。游学四方啊，天天去学习，没有一定的老师，看到什么就学什么，听到什么学什么，啊，所以广学多闻，啊，学了12年，啊，在那个时候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他都学完了。学是学完了，但是疑问没解决。啊，印度人实在是真值得人敬佩的。他们无论是宗教，无论是哲学，都修禅定。啊，禅定是他们课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科目。啊，定中可以突破空间维次。换一句话说，对于六道轮回以内的状况，他一清二楚啊。他在定中可以完全看见。啊，能看见过去，看见未来。啊，但是没出六道范围啊！啊，一个好学多闻的年轻人肯定要问：六道从哪来的？我看到六道了，六道怎么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？啊，这都是科学哲学一直在探讨的课题。啊，那么这些问题，宗教里没法子解答，那些大哲学家也解答不了。啊，世尊跑到恒河边上，毕婆罗树下入定，用这个方法入更深层的禅定。他们是四禅八定的，再深入，啊，终于明心见性，这见性成佛，他的问题全部的答案现前。啊，六道怎么回事情明白了，六道以外的世界太大太大了，跟我们讲华藏世界，啊，跟我们讲宇宙的起源，世界怎么来的，不是大爆炸了，现在科学家认为大爆炸不是的，啊，近代的这个量子学家也不同意大爆炸的说法了，这讲不通啊！把真相说出来了啊！这是大乘经典里面啊，佛说出宇宙的缘起，万法的缘起，
生命的缘起，近代量子学家证明了。但是他们所说的，他们的这个科学报告，没有佛法讲的这么详细，讲的这么透彻，讲的这么肯定。还差一截。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再过二三十年，佛经这个佛法了不会衰，会特别兴旺。是什么呢？科学家肯定它是高等科学，哲学家肯定它是高等哲学，它脱离宗教了，它变成世界第一流的科学跟哲学。那释迦牟尼佛呢，不是宗教家了，是科学家，是哲学家。这是我们看到近代这些量子学家研究的报告啊。物质是什么？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。对于物质是什么东西搞清楚搞明白，那我们要归功给普朗克，德国的科学家，爱因斯坦的老师，他的研究结论，世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是意念产生的一个现象，是非常不稳定的现象，是意念产生的。所以物质，所有物质现象是不稳定的。它是一种波动现象，就是频率在波动。如果这个频率不动了，物质现象就没有了。这他发现的，跟3000年前大乘经上讲的一模一样。难得真不容易啊。而且告诉我们，物质跟精神是一体，决定分不开。再小的小光子，小到什么程度呢？原子大家有个概念，原子通常是一个原子核，有电子围绕着它转，像太阳系一样。电子很小。像氢气只有一个电子。这一个电子再把它分。科学家告诉我，这个中微子多大呢？100亿个中微子聚集在一起就是一个电子。换一句话说，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。小到什么程度，无法想象。这么小的一个东西，物质跟精神是一起的。它有物质现象，它有受想行识。所以佛家讲五蕴呢，色受想行识，色是物质，受想行识心理。所以说心跟物是统一的，决定不能分的。你说唯物错了，说唯心也错了，心跟物分不开。心经读的人很多。心经头一句就是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。那就是这个小微子了不可得。为什么？它存在的时间太短。科学家发现了。
啊，只是说它很短，没有说出来数字。啊，弥勒菩萨把数字说出来了。啊，短到什么程度呢？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1秒，秒为单位，它存在的时间，啊，是1600兆分之1秒。换一句话说，一秒钟里面，它这个生灭多少次？有1600兆次，你没办法捉捕它。啊，普朗克说的时候，只是讲它太快了，速度太快了，没有说出数字。啊，佛经上把数字说出来了。啊，科学的发现呢？啊，现在科学确实发现意念的能量不可思议。意念能量可以改变物质现象，可以改变太空当中在运行的星球，有这么大的力量。啊，所以如果这个道理大家能接受，大家能明了，地球上这些灾难都可以化解。意念可以把它化解掉，啊，可以让火山不爆发，可以让地壳上不产生地震，啊，可以叫这个世间风调雨顺，无故风筝，啊，走意念这条路能走得通。所以现在不少科学家已经调转方向了，啊，过去300年都是从物质现象，现在要调转一下，走心理现象。啊，宇宙间现象三大类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这三大类。啊，可是本体是自信。自信没有这三种现象，所以自信找不到。啊，普朗克只说到意念，意念从哪里来？无中生有，说得很有道理。啊，因为自信无物质现象，无精神现象，也无自然现象，但是它能生，三种现象都能生，它本身什么都不是，它能生这三种现象。啊，怎么生的？就是波动，动就生了。啊，所以起心动念它就生了，不起心不动念它就没有。啊，佛给我们讲，人要想证得究竟的佛果，也很简单，只要你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证得了。啊，起心动念，你就没法子证得。啊，所以佛法确实啊。智难行易呀！啊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们证个阿罗汉、菩萨果，不难呐、啊！哎，放下就是了。放下对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，你就成阿罗汉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放下对一切法的分别，放下起心动念。你就明心见性了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那个成就高出世间这些科学家、哲学家。为什么？他们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。啊，学佛的人能够。阿难这一问，佛就说出
这部经介绍娑婆世界的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度，一个佛国度是十万亿个银河系，啊，这样十万亿个佛国度的那一边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啊，世尊为我们介绍，啊，说出这部经啊，那这部经能不但能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，啊，还能够度脱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，从十报土到三途恶道，一切众生只要遇到能信啊，能理解，能真干，没有一个不完成，通通得度啊。阿难这一问的功德可大了啊，所以这个经确实是世尊无尽的慈悲啊，怜悯三界，于真群蒙，真是真救啊！啊，蒙是众生呐、啊，群蒙就是一切众生呐、啊。啊，蒙是没有智慧、迷惑颠倒的啊，这些众生会以真实之力啊，会是给予啊，给大家了。真实的利益，故说此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地业稀有之南风法宝。那么这部经是什么呢？也是给人介绍啊，你们学的这个经，这经里讲的是什么，你用这句话答复就最好了啊。这部经是广大圆满简单容易直接方便地业稀有南风的法宝，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成佛了啊。成佛他不懂，他也没兴趣，你给他讲，他现在要钱，这一部经给你无量无边的财宝啊，那地球都装不下了，真的不是假的啊，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福报啊。你看你到极乐世界，现在大家谈黄金，听说黄金价格很贵，西方极乐世界黄金是铺马路的啊，像我们现在柏油路一样铺马路的啊，谁要这个东西啊？七宝大家觉得没有，是金刚钻啊，这不得了的东西了，极乐世界是建筑材料啊，极乐世界的身相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，金刚不坏身，永远不会生病，永远不会死你到哪里去找去 啊跟你说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啊。这个身相有人看见过啊，有人告诉我啊，我自己也看见过一次
啊，这个身相太伟大了，我们站在它底下太渺小了，像蚂蚁一样。啊，所以这个世界，天上，啊，什么样好的环境，我们不爱。极乐世界的老家超过这个太多太多了，不能比呀！啊，你也有份呢。啊，你要真正想回去，你就好好的学这部经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极乐世界是老家。啊，确实。稀有难逢啊，圆满是没有欠缺啊，简单容易不难呐、啊，其他的法门很难呐 啊这叫易行道啊，直接方便，没有一个人不能学，没有一个人说学不成功，没有。啊，真正是第一，稀有难逢。这个法宝啊，就这部经啊。啊，直至当来经道灭尽。啊，就是一直到将来，这个将来是9000年之后，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到了。啊，他老人家法印是。12000年，讲法印大家不懂，换个名词大家就懂了。释迦牟尼佛教学的影响，他影响的时间至长是12000年，现在已经过了3000年，后头还有9000年，啊，有这么大的影响力，啊，那个。这个后面9000年呢，就靠这一部经。遇到这一部经，决定得度，决定成就。啊，是佛以慈悯，啊，慈悲怜悯，苦难众生呢，独留此经。啊，所有一些经都没有人学习了。没有人再去研究讲解了，这部经有啊，植株百岁，它还能在世间流通100年。欲思经者呢，随意所愿皆可得度。啊，遇到这个经的，随你的意思，你想得人生可以，你想升天也可以。啊，多能满你的愿呢？你想到极乐世界也可以。啊，随你自己意思。啊，都能帮助你成就。深信佛慈无尽呐、啊，佛的慈悲没止境呐、啊，佛恩无极啊。那佛表此经所宣之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殊胜妙法，摄是普济众生之阿切陀药啊！啊，这个世界越往后面去，灾难越多。为什么？古人或者能体会到，因为从过去历史上来看，每一况愈下了，走下坡，一代不如一代啊。在中国上古，
国君以道治天下。啊，道是无为而治啊，这是最高的。啊，道失掉了，则有德。啊，德是什么呢？德教啊，那就是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这都属于德教了。啊，以德治天下了。啊，德失掉之后呢，有人。仁者爱人，推己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谁做的？在中国历史上，三王。啊，上古时候，三皇是以道治天下，五帝以德治天下。啊，尧舜是谁无德无地也啊，到夏商周叫三王啊，禹王、汤王、周文王，以仁治天下啊，仁义也。到春秋战国的时候，这世间乱了。可是，虽然乱，那些人还讲义气。你打仗，你的军队没打好的时候不打，要等你排好了才打。啊，讲义气。啊，所以五霸讲以义治天下了。秦统一中国，15年就灭亡。汉取而代之，以礼治天下。这道德仁义礼的滑坡也代不如一代啊！啊，清朝灭亡之后，中国这块土地上礼不讲了，没礼了，没有礼就是乱世，就现在是乱世啊！古人讲的话没错啊。礼失去之后，天下大乱了。那古人你看这个推演，那王后还有9000年，这样下去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啊。所以9000年之后啊，佛的法运完的时候，世间人是最可怜的时候。啊，谁来救他们呢？地藏王菩萨来救他们。啊，要晓得，地藏王出来救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过的生活是地狱生活。啊，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幸运，我们生在末法。第二个1000年的开端，啊，第二个1000年才过38年，啊，今年是第38年，啊，我们决定要把这个机会抓住啊！这个机会错过了，是你一生真错了啊！啊。别的错不算什么，这个机会要失掉了，你真错了。啊，这个机会帮助你这一生成佛，帮助你这一生到极乐世界。啊，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不是演戏的，不是演员，我们是看戏的。啊，我们在旁边看呢，他们在演呢。啊，我们看得很清楚啊！
啊，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这地方不能住啊！赶紧回头，就回老家。极乐世界是我们的老家。为什么？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。啊，你看，唯心净土，自心弥陀，啊，这就是老家了。我们认识啊，阿弥陀佛承认了，啊，从这部经里头，我们能够体会到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他们的慈悲，他们的恩德，那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就是八个字：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不难啊！啊，菩提是印度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悟。啊，菩提心是什么呢？实际上说就是三皈依。佛门弟子都受了三皈依，虽然受了都不懂，啊，三皈依就是菩提心，啊，皈依佛，佛是觉悟。什么叫觉悟？不迷就觉悟了，迷就不觉了。啊，所以皈依佛，皈依什么佛？这都讲清楚、讲明白。皈依自信佛，自信是佛啊，真佛啊。除了自信，那是假佛啊！啊，就是自信觉，自信本觉。我们中国老祖宗，佛法没传到中国来。老祖宗告诉我们，本性本善，那就是自信觉。我们皈依本性本善。就是皈依佛，啊，要依靠这个，不能依靠迷惑。这是智慧。皈依法，法是正，正知正见。啊，反面是邪知邪见。啊，这个意思是。我们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，依正知正见，这自信正呐！啊，圣是什么呢？圣代表的是清净，自信本来清净。慧能大师开悟头一句话是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啊，所以清净心是我们的真心，是我们的本心。我们现在染污了，从染污回头，回归到自信清净，就自信净，净而不染，正而不邪，觉而不迷，这叫做三皈依。啊，所以诸位要知道啊，皈依佛不是泥塑木雕的佛啊，那叫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他自己保不住，他怎么保佑你？哪有这个道理呢？啊，自信觉是真佛，自信正是法。啊，佛所讲的一切皆是自信正，自信清净是僧宝。啊，
叫皈依自性三宝啊，这是真的，没叫你叫外头啊。啊，那外面这个三宝呢？外面三宝的是样子。为什么要这个样子？没有这个样子，你常常忘掉，你常常迷，常常邪，常常染。那这个样子摆在叫你看见，看见这个佛的像，就想到自性觉；看到书本，想到自性正；看到出家人那个样子，就想到自性清净。用它来提醒你，啊，让你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，不要迷惑了，啊，不要走上歪路了，啊，不要又被染污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自这个住持三宝啊，他本身具足的功德就很大了。你要是不懂的话，你就不知道；你要懂得的话，功德很大。啊，那我们通常佛门弟子家里供的佛像、菩萨像，佛是代表佛宝，菩萨是僧宝，啊，经书是法宝，就以三宝居住啊。啊，你要懂得意思，不懂意思的话，这就迷信了。这些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所以佛教里头确实没有迷信。啊，我们在讲经之前先拜佛，拜老师，感恩呐。啊，不是佛出现在世间，哪来的经典？饮水思源，展开经卷，不要忘记释迦牟尼佛。啊，这是报恩，叫返本报师，是什么？开始的这个老师。啊，那现在一代一代传到我们这一代了，我跟谁学的？所以我的老师也放在旁边，啊，这一边所放的净土宗十三代祖师，啊，世世代代相传了，啊，这法没有失掉啊，啊，世出世间法的根，我们必须认识，就是孝亲尊师。那现在这个社会，不孝父母，不敬老师，那就得受罪了，要吃苦头了，要承担灾难了。啊，能够把孝亲尊师提出来了，这灾难就能化解。啊，所以救是要从根救起。啊，不从根救啊，没有办法，决定找不到第二种方法能够解决今天社会问题，啊，能够化解今天灾难的问题，那不可能，啊，一定要从根，啊，根就是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。啊，中国人讲孝亲尊师，世出世间的大根大本。那佛教给我们发菩提心，啊，皈依三宝就是真正发菩提心，然后一向转念。一个方向，
这是我们人生只有这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。一个目标，清净阿弥陀佛。啊，我决定要去，我什么都不想。啊，念念呢想着阿弥陀佛，念念想着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在哪里？这个经本就是介绍极乐世界。经本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就是到极乐世界去又游览一次。啊，每一天不要丢掉，让极乐世界慢慢我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白。啊，一定会有一天，极乐世界真的被你看到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念头升起的吧？一切法从心想生嘛，常常想极乐世界。常常想阿弥陀佛，他怎么会不现身呢？啊，境界现前，你再想想经上所说的，跟经上一模一样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如果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现前了，跟经上讲的样子不一样，那是假的，那是魔现的境界，啊，那不是真的。自己要有能力辨别。啊，这个殊胜妙法，实实实实在在是普济众生。阿且陀佑，陀佑，阿且陀是印度话，我们中国把它翻作叫万灵药。什么病都治啊！无论什么病，你只拿到这个药，通通都能治啊！这个用这个药来比喻，一项专利啊！这个发菩提心一项专利，能治我们自己。贪嗔痴慢疑、杀盗淫妄的这些药，能治都能治得好，啊！无量劫来，不管造作多少罪业，你看经上讲的，经上讲不是讲话，念一声佛号，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为什么？它是阿且陀药。那我们天天念，好像罪障没消掉，什么原因？我们念的太少，我们做的太多，天天在造业，起心动念无不是业啊！而且念的时候，念的心不专啊，心的力量、愿的力量都很薄弱。对世间名闻利养、财色名食睡，贪念太重了。啊，跟我们念佛求往生的这个念头比也差远了，所以功夫不得力了。如果说是我们一心专念，哦，那个功德力量就非常非常之大。我们不专了，不依了。啊，不是佛经上讲错了，佛经上讲的没错，我们菩提心没发出来，我们不专，我们不依啊，所以念佛功夫效果不彰啊。啊，如果真正发菩提心，真正发菩提心，就真想到极乐世界。真想见阿弥陀佛啊！专一决定没有一个杂念
我们把心里面的杂念妄想全部放下了，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。心就是阿弥陀，阿弥陀就是我的心。这样念佛一生呢，决定消81劫生死重罪。经没说错啊。我们不是真正懂得啊，真正懂得你就真正做到了。为什么做不到？不懂，怎么办？多听经，多读经。真懂了，真明白了，就是你真做到了。还没有做到，自己要告诉自己，我还是不懂，你有救啊！不懂，你以为自己懂了，那你就没救了。如果是真的，诚诚恳恳的知道我没有真的懂，我还能忏悔，我还能改过，我还能继续精进。自以为懂得了，他就没有精进心了。这一生呢，就空过了。所以古人讲啊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那是古人。古人的心清净，古人的心恭敬。所以1000遍可以，现在不行。现在加10倍。10000遍恐怕都做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10万遍。真有10万遍，我相信他会得念佛三昧。得到念佛三昧，就决定得生净土。遍数要多。杂念妄想要放下了，不放下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大障碍呀！魔障头一个就是这个，就是烦恼魔嘛。你有这么多烦心的事情，那不叫魔障吗？远离一切魔障。发灭之际，众生业障迷众，这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。前面讲得很清楚，这个地区没有人讲经，法就灭了。人王经上讲得很好啊，什么叫灭法？没有人讲经，这个地方法就灭了。有人讲经，没有人修行，没有正果的，就是没有往生的，这叫末法了。有人讲经，有人修行，没人正果的，这想法。如果这个地区有人讲经，有人修行，又有人正果，正果是什么呢？正往生了，这个地方有正法。你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，你才真正了解中国古人所谓的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的教学多重要。教学没有了，法就灭掉了。所以重视教学。现在没人讲经了。
一般人都在讲科学，科学也有可以借用的地方啊。这种借用科学是最早年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的。那个时候60年前的电视没有彩色的，黑白的。方老师告诉我，这个东西厉害呀！如果这个里面内容要播负面的，它可以把世界毁灭掉。如果这个东西能够用来做伦理道德的教学，中国可以复兴。他指着电视告诉我，我们那个时候听明白了，不敢想，这个得花钱太多，这费用是论秒算的，不敢想象。我们从来没有想到，这个台湾陈彩琼居士，他把它搞成功了。陈居士，我们很多同学都知道，老同学知道，一生做生意没赚过钱，都是蚀本的。好在他家里产业多。钱赔光了，回家卖房子，大概也卖得差不多了。年年亏空。毛病是没有做就宣传。到后没有一样事情做成功。他搞这个电视，从这个地方是个转捩点。没有告诉我们，自己闷着头在搞。到正式开播前一个星期告诉我，我也没在意。我看他过去那个样子，肯定搞不成功吧。他来给我讲，这个03年元旦正式开播。我说好吧，我看你能不能活一个星期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我看看你能不能活半个月。活到今年9年了，不错，影响很大了。要没有这个东西，这个世界上听不到佛法，全世界都听到。现在6颗卫星，亚洲地区2颗，所以在亚洲任何一个地方，你装一个小锅接收器就能接收到。这就是有人讲经啊！那我们今天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培植讲经的接班人啊，要宣讲讲经的。哪里学呢？只要有电视、有网络，你就都可以学，你就在家里学。怎么个学法呢？多听。听上十遍，肯定你就会讲了。学讲经最好用光碟。光碟自己可以控制。像刘素云居士一样，一天听一个小时，就学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呢听十遍，所以一天是听10个小时，10个小时。是同样的，就是一个小时重复10遍。他用这个方法，这个符合古人所讲的“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”，都能学得会呀。他现在讲得非常好啊，法缘很深呐，好多地方请他讲经。
啊，所以人人都可以修，要有耐心。他十年，你看就是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除了听经之外，就念佛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他一点都不杂，一点都不乱。啊，一天一个小时听10遍，啊，他听我早年所讲的，在台湾讲的，好像是60个小时讲完的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他就专学这一部。啊，2个月就一部就听完了，听完了才从头再听，都用这个方法，一天10个小时，10年不间断了。啊，他得念佛三昧了，他真成就了。啊，这个好样子在啊。啊，我这么多年来把这个方法常常讲，常常劝大家，可是没有人真干。啊，我听说有人，还有几个人像刘孙女就是一样真干，都有成就。啊，所以我现在也要真干，晚年来做个带头。我现在什么经都不讲了，就讲无量寿经，一年讲一遍。啊，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啊，也是报老居士知遇之恩了。啊，如果我还能活10年，就讲10遍。啊，做一个一门深入、长时熏修的一个榜样。啊，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还有什么问题了？绝对没问题了。啊，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去，什么时候就去得了啊！啊，真正得大自在。啊，我们今天遇到的是发灭之际，利用科学帮助，让佛法依旧能够流传在世间。啊，希望大家通通来学《无量寿经》科注。啊，这一部快讲完了，讲完之后讲科注。啊，早年我把这一部经做了一部课本，做得很详细。啊，所以下一次我印这个书就印课注了。啊，注解还是用黄念祖居士的注。啊，我编的课。啊，有志一同的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学，不管在什么地方。啊，你在网络上每一天都可以收到，我们一天讲4个小时，啊，300天讲1200个小时，一部经讲圆满，啊，一年讲300天，啊，这是发灭之际，众生业障迷生，任可两赖是法，而度生死。啊，这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即显四法究竟方便，不可思议。啊，这部经里面教给我们修行方法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啊，决定成就。
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：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，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，所当为者，皆可求之。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啊，复生疑惑。这是特别留这部经，到法灭之后，还继续在这个世间留一百年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：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。这一句话是指礼佛现光品，前面读过。极乐义正一切所有，以佛威力如对目前，会众大众啊，人人皆见呐。阿难见到了，弥勒菩萨也见到了，与会大众个个都见到了。这个事情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到，当年初祖云公大师他在世的时候，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是在念佛止境时候见到的。属于定中境界，他不是做梦，从来没有跟人说过，这是祖师的功夫啊，见如不见，不扰乱自己的清净心，不被境界所转。不是说人家一见到很欢喜，对这个说对那个说，心浮气躁啊！佛为什么不先给你看？就是怕你招摇生事。那你没有这个功夫，他不先给你看。你像这个云公大师，他有定力，见了一次如如不动，再见一次，见三次。最后在临终的时候，这个现象又现前了。第四次，阿弥陀佛来接他。莲社里面已经往生的这些同参道友，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一起来接引他。他才告诉大家，告诉身边这些人，极乐世界过去见过三次，现在又来了，我决定往生了，我跟大家告别走了。不是假的。那像云公这种境界，在中国历代祖师大德当中有不止他一个。有很多人都见到这个境界，这是来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做证明的。
啊，证明这个事情啊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以此甚远，殊胜的因缘，即令会众生起实心，啊，让大家生起真实的信心。啊，佛因弥陀威德加持，会众善根悉皆增上。啊，你见到了，你听到了。啊，你接触到了，你的信心增长，啊，不再怀疑了，你的愿力坚定了，不会退转了。啊，我这一生这个法门决定要修到底，决定要见佛往生，那么呢，每一个人都能。大势至菩萨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这个不是假的啊。像云公大师啊，四次临终的时候来说，都叫现前，我们活在这个世间见到的啊，当来是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是天天跟佛在一起，没离开呀。啊，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？经上跟我们讲的太清楚，太明白了。极乐世界是学校。这个世界没有边际的，太大太大了。中国古人所谓是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这两句话形容极乐世界完全相符合。啊，实际上呢，我们来看的是极乐世界是个学校，到那里去干什么？上学去的，求学去的。这个学校两门课程，一门智慧，一门福报。求慧求福，你到那去修啊，福慧圆满就成佛了。你看我们皈依佛常念吗？皈依佛二足尊，二是什么？智慧跟福报，足是圆满，满足了。这两样东西满足了，就成佛了，就圆满了。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毕业了就成佛了，啊，就是二足尊了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人好啊。不要吃饭，不要睡觉啊！没听说极乐世界有人睡觉的，有人吃饭的，没有啊！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通通没有。极乐世界没有夜晚。啊，极乐世界自己放光明，每一个人身放光明，一切万物都放光明，光明世界美好到极处啊！啊，极乐世界没有寒热啊，不像我们这边天气夏天太热啊，冬天太冷，没有，极乐世界四季长春，永远长春啊，这里都有道理的，我们前面都讲过
啊，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老师，阿弥陀佛，另外是学生。啊，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也是学生，罗汉也是学生，啊，天人也是学生，三途卧道去往生，通通是学生。啊，学生班级不一样，菩萨是高级的，啊，高班的，那是十报庄严土的，啊，中级的是阿罗汉这一类的，啊，方便有余土的，我们去往生是小班，凡圣同居土。通通是学生，没有看到，佛没有讲过极乐世界有政治组织，没听说，没有说国王，也没有说大臣，也没有说士农工商，没有，纯粹是学校，到那去上学，毕业就成佛。啊，成佛就到十方世界教化有缘众生呐、啊，得大自在呀、啊！啊，在十方世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，什么身都能现，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。啊，这个世界我们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在这个世界活动的空间是变法界虚空界，你们有障碍呀、啊！啊，而且到任何一个佛国度，佛都欢迎你，都尊重你。为什么？你是阿弥陀佛的学生。啊，一切诸佛都尊重阿弥陀佛，我们就沾老师的光啊！阿弥陀佛的学生那特别优待啊，啊，特别对你尊敬啊，啊，你都要真正是弥陀弟子，搞假的不行。啊，我们能骗人呢，骗不了佛菩萨，骗不了鬼神，啊，一定要自己真干。佛言弥陀威德加持啊，慧众善根悉皆增上，故云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啊，真正是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。慧素云所当为者，当为往生愿心者，皆可求之，能顺佛经可得之也。随顺佛经，就是随顺佛陀的教诲。啊，我们希望往生，希望成就我们的大愿大行。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愿就圆满了。啊，这一段幕后这一句话。很重要啊！末段佛垂戒语，现皆亲自见闻，故不可于佛灭度之后，于极乐世界依正净土法门复生以后。这最后一句话。无德以我灭度之后啊，复生以后啊，现在大家在大会当中见到了，你不怀疑了啊？佛灭度之后有没有怀疑的？有，少数人啊，绝大多数的人不怀疑。为什么？善根深厚啊，特别是生在中国这个地区，
为什么？祖宗教的好啊！中国古代传统的教学，没有叫人怀疑的。啊，跟外国不一样。外国从幼儿园就教怀疑，我在美国住得很久，美国又是幼儿园就是这样的。我们看到韩馆长的孙子，那五六岁就上幼稚园，就教怀疑。啊，就要提醒他了，这社会上坏人多，可别相信人啊，人家会把你拐你骗你啊。那从小就讲，啊，中国自古以来讲，一定要相信，仁义礼智信，信是事出事发的根，啊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从小就教你信。叫你不妄语，啊，不可以欺骗别人，要相信，啊，相信人心本善，啊，学佛相信佛所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学佛的人第一个要相信说，我自己本来是佛，你才能成得了佛。你要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，你决定不能成佛。啊，所以中国古时候念书人都相信圣人、贤人、君子。啊，这读书人的目标啊，等于说三个学位啊，一定可以得到。啊，精进不懈。你可以证得圣人呐！圣人也得不到的时候，肯定会得到贤人。啊，所以人要立志。人要向上去求。啊，总是要把最高的学位拿到。啊，佛教人都是希望人成佛，不是说你成菩萨就不错了。啊，这不是佛陀的本怀，佛陀的本怀确确实实是希望你证得佛果。啊，这才叫得度圆满呐！啊，没有成佛，总是不圆满。我们懂得佛的意思，知道佛的心理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决定把目标摆在成佛上，得到极乐世界的祝愿，得到阿弥陀佛的教诲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啊，所以净宗法门是真正圆满究竟，简单容易，啊，人人可以修学。个个可以成就，遇到了要珍惜这个缘分，不要错过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